字，斩不是取消，斩言啊。以我的看法，现在在关丹啊，这倒是好像是有一例病情了，在关丹啊。如果我们要办，也未必有很多人来，但是没有这么多人来，我们也开到120桌的最少。如果是没有人来，就开到60桌，就开到80桌。那个另外那个国家怎么搞呢？他还照开啊，还是收住还是什么？这个东西他已经买了，这是一个问题了啊。就是啊，那个卫生部我也听到，但是不是说很肯定啦？卫生部说现在超过50人的宴会就要每个人登记。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？啊，如果你没有照请自己做，到时候有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应该是哎会长可能要问话还是处理啊，第一副会长一定要跑到那边去了啦，是吧？但是啊，董秘书，哎，这个病情如果在下个月或者两个三个月后或者是比较好转了，我们要做我们会。才来开个，还做一个新闻发布会，好、啊，请大家的意见讲。如果大家同意，那我们大家举手，但是不要人家出去讲，我都没赚钱啊。好啊，这个是最好 ，OK。你的啊，那你要带个啊，先举手一下，好吧？同意说，要举手如果，举手都不，反正是举手就可以了。这个走路，好，大家一起啊 ，OK。啊，然后呢就。你这样好不了。